吴老师，林肯从来没有离家那么久，出门在外，一切就拜托你了。你放心，我会好好照顾他的。爸妈，对于这次艺术交流学习，我充满了期待，请放心，有吴老师陪伴 OK 的啦。爸妈再见咯。好好好，你要好好听吴老师的话哦。再见林肯，再见。爱永远永远，爸妈来到巴黎已经有一个多礼拜了，这次的艺术学习之旅认识了很多来自各国的小朋友，也对于很多艺术创作有更多的了解，课程安排非常丰富，收获很多，请爸妈别为我担心。哇，眼前的巴黎铁塔真是雄伟，但是如果这时候爸爸妈妈也能在我身边陪伴我，一起看看这热闹的城市，那该有多好。哦对了，寄张明信片给爸妈，让他们也能欣赏巴黎的风光。哇，这是小帅寄回来的明信片耶，爸爸来看上面写什么啊。 Dear Mommy Daddy， 我挑了一张很特别的明信片，上面有巴黎铁塔，好想念你们哦，把这份思念寄给你们，但是别为我担心，有你们的祝福，我在这里一点也不孤单，这是你们给我最温暖的陪伴，原来思念也可以很幸福。这一刻你不在我身边，谁给我勇气面对伤悲。时刻